个手指啊，不小心，哎呀，好像是扭到了。这样你艾汤是喝了多久啊？我喝很多年了，哦，二十多年了。哦，这意思说那个手一直以来都是会痛，那过是那个是关节啦，可能是我觉得是关节炎啦。哦，说你这个喝的时候，我们的 Kangen 大概是多九个月？你刚刚开始喝的时候有没有说更痛？没有。也没有啦，注意我们也从来不注意的啦，这个哦，就是忽然间发觉到，哎，这么喝了九个月就不痛了。我就觉得，哎，我手这没有这个问题，也忘记去了，就没有问题。哦，会忘记的嘛，因为它不是一天不痛的嘛。啊，它慢慢调好了之后，你会忘记的嘛。如果好像西药今天吃明天不痛就知道了。啊，这不是啊。嗯。还是开始会痛，哎，过一阵子，哎。没有事情了哦，这样不错啊，这样就是我的，我讲好，就是因为我的手的关节没问题了。哦，对啊，我们潘乐也是有，其他女人有，就说磕了关节就又变好了。我是磕了这两个脚，没有这么酸痛。嗯，其他问题有时候也不知道了，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自己还年轻啊，自己的那